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丸公经济。我是国立中央大学企管系的教师佘建元。我们要强调国立两个字了，同学说如果不强调国立两个字的话，就会跟对岸的那个中央大学混在一起了。我们是台湾的中央大学了。好，那在接下来的这一讲呢，我们一样要继续来谈需求，谈需求函数跟需求弹性。我们要来讨论需求函数跟需求弹性。前期讲我们有谈到什么叫做需求函数。需求函数呢是在谈这个需求量，什么是需求量？消费者平均来说，一年、一月或每天愿意且能够购买的数量和各种因素的关系，这个叫需求函数，这个叫需求函数。那我们之前呢也谈到这个需求函数呢，如果你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专门看这个价格跟需求量的关系呢，会有个反向的变动关系，这个叫做需求线，那这个叫做负斜率的需求线，也就是叫需求法则。那我们在这边呢，就要来讨论说，为什么需求线是负斜率的？为什么需求线是负斜率的？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为什么需求线是负斜率的？为什么有需求法则？因为你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买这个东西买到的东西，消费这个东西给你带来很爽的感觉那它有成本的，成本是什么？就是价格。成本上升的时候，你买这个东西的意愿会降低。我们简单的讲到这个东西不过呢，经济学家又更进一步去谈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这个跟一件叫做边际效用递减的这个事情有点关联边际效用递减。那什么是边际效用递减呢？我们就要先来谈什么是效用。什么是效用？效用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叫做 Jeremy Bentham 一个19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所想到的一个概念啊，那时候他在做思想实验在跟人家讨论说这个如果我今天买东西我今天做一件事情会得到一个爽度这个爽度会带给我一些爽爽的事情感觉啊，这个东西就是效用他有谈到说，所以政府呢在从事政策的时候呢，应该要以什么样的准则，然后其中一个准则就是要以这个人的效用为准，然后所以他就发明了这个想法。不过呢，在当代呢，这个效用这件事情呢，现在变成一个不只是思想实验，而是真的摸得到的东西。在当代呢，会有所谓的叫做神经元经济学，然后这个有这么一个类别，然后不是神经病经济学，然后有这个类别。这个类别呢，是他们呢是真正会去测量这个效用是什么样呢？在你的脑袋里面呢，脑袋上面不是里面，然后很恐怖啊，脑袋外面呢装各种仪器，那看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呢，赌博的时候呢，种种脑袋的什么血液的流通量啊等等的，会不会有这种爽的感觉？用这个东西来测量效用不过我们不用谈那么复杂，我们回到最根本的Jeremy Bentham 19世纪的这个英国哲学家，他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用的一个概念，效用呢基本上是爽度举例来说，我喜欢甜食更胜咸食那表示呢我比较喜欢吃蛋糕，蛋糕吃的蛋糕对我来说爽一点，那披萨呢是咸食，对我来说呢没那么爽，所以我可以说蛋糕呢对我个人来说呢效用是10，那蛋披萨呢吃一块披萨呢对我来说呢效用是5效用是5。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我消费这个商品呢对我来说会有个爽度很爽的感觉啦，很爽的这个 feel 这个叫做效用。那边际效用是什么呢？边际效用就在讨论说比如像你今天吃甜食三个蛋糕啊，吃三个蛋糕当然很爽啊会带你一个总的非常爽的感觉我们去测量它比如像说神经元不是神经病经济学啦神经元经济学的人呢在脑袋装了一堆仪器，上面装了一堆仪器说你吃了三个蛋糕非常爽脑袋的什么流通量变高了，非常爽的感觉三块蛋糕有个总的爽的感觉可是呢这个三块蛋糕带给你总的感觉呢，如果切成一块一块来看你吃第一块，吃第二块，吃第三块这个增加的爽的感觉会不一样增加的爽的感觉会不一样。那增加的爽的感觉呢我们就说这个叫做边际效用啦那边际效用递减呢，就是说在增加的这个爽的感觉呢，每吃一块蛋糕那个增加的爽的感觉呢会下降。什么意思举例来说，比如让你今天去吃到饱的餐厅吃到饱的餐厅有很多吃到饱的餐厅嘛，比如像说什么披萨店啊，或是像什么火锅店啊，像这种东西，比如像我们讲火锅店好了你去什么，你去那个刷奶业它会有什么，有牛肉，那个牛肉吃到饱嘛牛肉片随便你加，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你跟他叫第一盘来一开始放下去吃第一盘一定超级爽嘛，所以这一盘牛肉呢带给你的爽的感觉呢举例来说，假设是100，给你100个爽的感觉我们这个单位暂时先找不到单位暂时就是用100个爽的感觉来说好了，100个爽的感觉你吃第一盘吃第二盘呢
爽的感觉可能会增加嘛，对不对？比如像说，可能增加了，你本来吃一盘100啊，你吃不饱，决定要再吃第二盘。那吃第二盘的时候呢，哎，总的爽的感觉呢变到180，那这个第二盘呢带给你多增加的哦，我要强调多增加的爽的感觉，这个多增加的爽的感觉就叫做边际效应。可是第二盘会不会跟第一盘一模一样？不会啊，会稍微降低一点嘛。第一盘的时候吃起来非常惊艳，第二盘呢，嗯，还好。第三盘呢？OK， 所以第三盘呢，增加的多增加的爽的感觉可能就变成60，第四盘呢40，那你吃到第十盘的时候呢，你会怎么样？我相信你可能会跑去厕所吐啦，哦，会跑去厕所吐嘛？那这个时候呢，会胃痛啊，哦，所以第十盘呢，就不是会让你多增加爽的感觉，会多增加你的痛苦哦，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多增加的这个我们说边际效用就会变成是负的了哦，所以你看这个非常直观嘛，哦。边际效用递减，你吃第一盘很爽，第二盘不错，第三盘嗯 OK， 第四盘、第五盘到第十盘的时候，你就会去吐了哦，所以这个叫做边际效用递减。哦，我们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了哈、哦，这个小奢哦，这个是我们家小朋友了哦，每个月哦搭高铁，他是高雄人嘛哦，搭高铁哦去台北看女朋友的爽度了哈、哦。这个小朋友现在5岁多而已了哈、哦，前个月呢，哈，跟爸爸说一件事情，就跟我说一件事情。他说：“爸爸，我跟你说，我现在在幼稚园呢，有很多女朋友。哦”我听到以后就两个感觉啦。第一个感觉就，哦，这个小朋友了，哦，非常的厉害，然后这个非常厉害，哇、哦，小小年纪就交了很多女朋友。可是也不对啊，这么多女朋友，我、哦、听起来也有点错出来了，怎么那么小就当渣男呢？不大好啊。啊，就仔细再说啊，你怎么会那么多女朋友啊？他说我有很多女的朋友，然后这个小朋友不大分清楚什么叫女朋友跟女的朋友，然后不过分清楚女的朋友跟女朋友好像还蛮重要的，然后如果你不把女朋友跟女的朋友分清楚，以后长大也还是渣男，然后很多人就是这样，有达以上恋人未满，每个人通通都说是你的朋友不是女朋友，然后 anyway 哦，小奢哦，这我们家小朋友哦，假设他。也不是假设，可能有啦，有个女朋友啦，女的朋友。好，他每个月呢，假设他要从高雄呢，哦，去台北看他女朋友。哦，那每个月，那假设呢，你可以去想嘛，哦，每个月如果只去看一次，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定会非常的开心啊，哦，非常的开心嘛，哦，这个久别胜什么新婚之类的，然后第一次见那个每个月见一次面，相隔一个月去见面，那就非常开心哦。啊，我们假设说呢这个东西呢，再给他1000的爽度，哦，1000的爽度。那第二次见面呢？哦，假如他每个月跑台北跑2次，啊，这个月呢见一次，啊，后来又再见一次，爽度会不会下降？哦 ，maybe 会下降嘛，哦 ，maybe 会下降嘛，哦，对不对？啊，第三次呢？哦，很有可能第三次就吵架了，哦，见面后来就吵架了，哦，啊，爽度反而就变成负的嘛，哦，所以就 keep 住塞饼了，哦，就 keep 住塞饼，哦，啊，这个东西呢是他的错吗？哎。这个东西好像叫做边际效用递减，然后这个边际效用递减率在很多地方，我们说这个叫做 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这个是有漏的，然后边际效用递减率就在很多地方都什么都适用的，然后都适用的，然后所以如果你在交男朋友或女朋友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女朋友跟你说，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要分开一阵子，然后这可能不是双方的错了，这个叫做边际效用递减，然后啊，搞不好分开一阵子呢，后来再见面的时候，哎，爽度又回来了，哦，所以 maybe 这个时候你应该要答应他的请求，然后分开一阵子，哦，然后后来再回来，哦，可是也不要分开一阵子以后就撤了，然后那这样就不妙了，哦，这不妙了。好，那因为这个边际效用递减率呢，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哦，比如像说。这个小朋友呢，哦，每个礼拜，哦，不是每个礼拜，每个月去台北见女朋友，哦，啊，如果是见一次，我们刚刚说见一次，哦，非常的爽，哦，所以爽度呢1000，那见第二次呢，哦，增加3000，哦，增加3000，所以如果是每个月见两次的话，总的爽度是1300，把说了13000，13000，那见第三次呢，我们说第三次吵架了嘛，哦，所以增加。第三次哦，增加第三次呢，平均来说，你一个月如果见到三次，第三次通常会吵架。OK， 好，这个是边际效用递减率，不是双方的错，不是小社的错，也不是他女朋友的错，边际效用递减率的关系，好，变成吵架了，-1000。好了，那所以总的效用呢，就会变成是12000。第一次加1000，第二次加3000，第三次减1000。哦，这个东西呢，我们把它切开来，这个东西呢，就叫做。边际效用递减哦，边际效用递减率，第一次1000，第二次3000，第三次-1000。所以呢，你见第一次的时候呢，一个月如果只见一次，总爽度是1000；
一个月呢见两次，总爽度是一万，再加上三千，变成一万三千。一个月见三次呢，就会变成是一万加三千，再倒减一千，变成一万两千哦，一万两千。那在这个边际效用递减率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搞出，我们就可以得到呢这个负斜率的需求线哦，负斜率的需求线什么意思？假设说我们今天来说高铁一张票往台北高雄哦，高雄台北往返是一万块钱。那如果他一个月呢只见一次面，得到的效用爽度是一万块哦，一万块。我们假设呢一效用可以转换成一块的新台币哦，一万块呢的一万块的单位的爽度呢变成一万块的新台币哦，所以如果是一万块的时候呢，得到的效用呢值一万块，成本是一万块。那你觉得他会不会买这一张？哦，相减等于零，假设他就会买了哦。那会不会买第二次？会不会买第二张见两次？大概就不会了嘛，哦，见第二次的时候爽度只有三千嘛，他可能觉得要在家打电动比较好，然后不过我们家小朋友不打电动，然后好，他可能爽度呢就只有三千了啊，成本呢是一万块，所以这个呢买两张哦，一个月买两张，一个月去见两次哦，第二次的时候呢，其实那个什么成本减效用是负的啦，哦，成本减效用是负的嘛，所以如果他买一次，总的效用减成本是零。啊，买两次呢，总的效用哦，总的效用是一万，再加上三千，一万三千，总的成本呢是两万，它、啊、就变负的啦。所以买两次是不划算的哦，买两次是不划算的。啊，如果今天高铁票呢，台北高雄往返是三千块的话呢，你觉得他第一次会不会买？他会不会要去见第一次？会啊，见第一次得到爽度是一万啊，啊，成本只有三千啊，所以会啊。啊，第二次呢，会不会也会啊？哦。增加去看第二次的时候呢，第二次的效用是三千，成本也是三千，所以买第一次哦，第一次的时候呢，哦，第一次的时候呢，哦，你会去，如果是三千块的时候呢，如果高铁票是三千块的时候，你会买第一次，你会买第一次，买第一次总的效用减总的成本，总效用是一万，总成本是三千，会得到是七千。那如果是三千块的时候，你会不会去一个月去见两次？也会，如果你见两次的话，总效用是多少？一万再加上三千，一万三千，总成本呢是三千加三千是六千，一万三减掉六千是七千，跟买一张一样。那我们假设一样的时候，我们会倾向我们这边假设他还会再去买，好，还会再去买，所以就得到说，哎，如果在三千或三千以下的时候呢，哦，他会一个月买两次，那会不会见第三次？就不会了嘛，对不对？如果你看他买三次去见三次的话，哦，一个月买三张。哦，一个月买三张台北高雄往返的车票，总效用是多少？一万再加三千，再减掉一千，变成一万两千。成本呢？三千加三千加三千会变成九千，一万两千减掉九千，总效用才得到的好处，得到的爽度哦，效用减掉成本才三千而已啊。那买一次跟买两次哦都比较高，买一次跟买两次是多少？都是七千。哦，都是七千，哦，都是七千，所以三千块稍微低一点，所以你知道三千块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turning， 是一个 critical point， 哦，是个 critical point。三千以上呢，他会买一张；一万以上呢，他会买零张；一万到三千会买一张，那三千以下呢，他就会买两张。啊，零块呢，他会买几张？你觉得如果今天高铁票是免费的话，他会买几张？他还是只买两张嘛？为什么？见两次的效用是一万三，见三次的效用是一万二，见第三次一定会吵架，所以我就干脆见两次就好了嘛。即便高铁票是零的时候，我还是只买两次。哦，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件事情：当我再复述一次，一万块以上买零张，一万块到三千的时候呢，买一张，一万块以下我就会开始去买了，对不对？一万块以下他就会开始去买了。那三千块呢，他就会开始在想，我要不要买第二张？三千块以下他就会买两张。一直到零，他还是买两张。可是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呢？当价格在下降的时候呢，哦，当价格在下降的时候，他对这个高铁票台北高雄往返的需求量呢会增加，这个就是需求法则。有没有问题？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哦，我是中央气管设计员，我们下次见。